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25日在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杨洁篪欢迎两位陛下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期间来华，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杨洁篪说，2016年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实现互访，有力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方将同柬方以今年中柬建交60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烈太后请杨洁篪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广阔，